我做梦梦见我正喂猪呢。走了，快走了，你到了没管阿邓。哎，你衣服我给你拿，快快快快！紧急集合！现在开始点名，许静文。霍玉到，韩雪到，徐虎，徐虎到，叫什么叫？到，徐虎回原位。原地待命。霍玉到，出列。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报告队长，裤子没掉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是。什么呀？那个备用的，队长。赶紧把它收好了。是。跟上队伍。啊。向左转。今天的紧急拉练就到这儿，明天上午再做点评。男生解散，女生都过来。谁让你把裤子穿上的？脱掉。队长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脱掉。我。这是命令。笑什么笑？你们现在围着徐虎转三圈，转完之后再回宿舍。队长，闭嘴！你们还等什么呀？转！看着他转。还没看够啊，走吧，把裤子穿上。明天上午你在全班做检查。啊，我的检查。队长，同学们，在昨天晚上的紧急集合中，我的表现非常的不好。我虽然在集体训练中没拖班集体的后腿，但我在全班面前脱了裤子，尤其是我不该穿那条很有品位的花裤衩儿。
这条裤衩吸引了全班女生的目光。哎，悔恨当初，痛定思痛啊！我保证，在今后的紧急集合中，勒紧裤带，换掉裤衩，下不为例。谢谢大家。队长，表演很精彩，检查不深刻，围着操场蛙跳三圈啊，五圈，魔兽啊！昨天晚上我让女生围着徐虎转了三圈，你们当中有谁觉得不好意思吗？那我告诉你们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三年前，城区分局两名老刑警带着一名新学员去抓一个在逃犯，当他们冲进房间的时候，那个在逃犯正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两个人没有穿衣服。当两名老刑警把那个在逃犯押到外屋，新队员看着那个裸体女人没有穿衣服，觉得不好意思，把身子撞过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女人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把手枪，正在给子弹上膛的时候，老刑警把她压在地上。新学员就是因为不好意思，差点把命给丢了。教训啊！我希望我讲的这个案例，你们能记一辈子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三中队都有，呈训练队形散开。头顶着国徽，挺起胸膛，坚毅的目光凝视远方。钢铁的战士热血滚烫。韩雪，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？知道，笨死的。错。一般来说，猪是被杀的，可你比猪还笨。你这都第几次了？我再陪你练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嗯。韩雪，你到底要开多少遍呀？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我不管，我不陪你练了，你自己练吧。哎呀，还同学呢，一点友爱都不讲。哎，我来陪你聊。你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会吗？我去年就拿驾照了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笨死了你呀！心无旁骛。谁让你们在这卿卿我我的啊？嗯。哎呀！干什么你？你还不服方向盘？来人！没事啊，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教练，您别怪他，他胆子小，没经过事儿。嗯，他胆子可不小，可生猛的，连教练都敢抓。教练，都怪我，这是第一次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也是第一次，第一次被车撞了，还是被警察给撞的。啊，行了，没事了，啊，你们走吧，走吧，啊，回去练习吧，啊。过两天就要路考了，嗯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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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教练，真对不起，您真没事啦？没事啊，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撞成这样都没事啊？哎，行行行，咱走吧。教练刚才都说了没事，走走走。走什么走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都怪你。哎，阿尼，庞博。立秋，庞布立秋，庞布立秋，就一个，思密达，思密达，蒲公英。耶！你们说什么呀？他说呀，车是你开的，人是你撞的，跟他没关系。啊！哈！哈！走。你没事吧？
可以啊，出来开小灶，学校里边练不了，你们两个跑出来锻炼来了。同样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的找个没人的地儿，车少人少的地方，让你们俩多练一会儿啊。嗯，行啊，好，上车，走，来。哎，谁的车？偷的。哎哎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，别压线，目视前方，目视前方，嗯，心无旁骛啊，哎，别着急，走走走。徐虎，你是不是紧张了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我的老司机了。韩雪，嗯，你是不是紧张了？切，你看你这一脸汗，来来来，赶紧擦擦。哎，别打我！完了完了，我爸非得弄死我不行。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呀？送维修厂吧。送什么维修厂啊？徐虎，你会修车呀？不会啊。不会修你看什么看呀？你好。车坏了，坏了。这是谁的车？我的车。请您出示驾驶证。啊啊。给。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。没带。其实我们走丢了。去查一下车牌。哎，不是那个，警察同志，我们确实是那个不认路走丢了啊。那个对，那个什么，没事啊，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，那个我们自己能修好啊。对对对，是是啊。那个修那儿。对。这样吧，我看这车啊，一时半时的也修不好。你们三位先跟我们回队里，一会儿我们派人把你车开走，可以吗？说吧，车是谁的？不说话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车辆可是被盗车的。你们仨谁干的？还不说啊？都扭过去，面出枪。在这反省反省。队长，嗯，施主来了。哦，来您请进吧。哎呦，这是我们队长。哎呦，队长，你好你好，太感谢，添麻烦了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这办案的效率太高了。我刚报了警，您就把车给我找着了。您快告诉我是谁偷的我的车，我非刨他们家祖坟去，我急死我们了。爸，你要刨咱们家祖坟啊？胡子，儿子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儿子，我们这儿子，你儿子，我们这开玩笑，爷俩老逗，有这么逗的吗？逗着玩。咱这是公安局，知道吗？错了，我们错了，错了，原谅您，原谅。这真是你儿子，亲儿子，我生的，对，怎么不像呢？你看警察都说您生的不像。行，你把案子撤了，回去我们好好教育教育。行，行，签个字，谢谢。你这小子净给我闯祸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。是谁撞我的车？算了吧，撞我的车，算了吧。你得给我赔，你得给我修车去。谁撞的？叔叔，对不起，车是我撞的，钱我赔给您。你赔得起吗？哎呀，我赔得起。行了行了，都是孩子，得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快走快走。考试大家都非常认真，经过考核，你们所有学员都通过路考，我向你们表示祝贺。都安静一下，明天你们就要到基层参加实习了，大家现在回去抓紧整理内务，早点休息，解散。一二耶！
都说让你训练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你看看你又受伤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伤重不重啊？不重。哪有？哎呦，给你啦，还不是给庄严写的情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咱俩这么多年闺蜜，你这点事儿我还不知道？那你不准跟别人讲。你放心啦，我肯定保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赶快走，他们还等着咱们聚餐呢。聚餐？对呀。队长不知道吗？你傻呀！这队长要是知道了，咱们还怎么聚餐呀？快走吧，都等着咱呢。谁说山外一定就有山外？谁说人外有人外？谁说有了一定要上擂台，没空来让你崇拜。一个动作从脚轮到头盖，比出奇迹一把脉。叫你凶神而来，我看心情出牌，不要激起那份底线忍耐。 Come on come on， 来来来，你不服你输霍月，霍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怕你喝多了，一个人在这儿有危险。危险？啊！光天化日，谁敢调戏良家民警？你是女警？女警？什么光天化日啊？现在天都黑了，你不知道啊？骗人！嗯，太阳、火星、月球。嫦娥真漂亮，你是喝多了，都出现幻觉了是不是？才没有呢，我今天心里高兴，高兴。好，高兴，咱不喝了啊！哎哎哎，庄爷，别让他们看见了。看见怕什么？你又不是坏人。庄严，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。四年过得太快了，我们就该分手了。我们都长大了。对，我们都长大了。我们是不是该干点大人的事儿了？的事儿，大人，共祝愿祖国好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没有，就等你们俩呢，快点儿。好，来来来，走吧，咱们进去吧。啊，走，走。说走咱就走呀，天上的星星咱没走呀，嘿。你们仨先拍吧。哎，一二三，前四，耶！来来来来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哎，老人们，哎，别照，别照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干嘛呀？哎，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宣布。哎，什么呀？下面插播一条新闻：今日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与贵州路附近发生了一起特大新闻，性质特别恶劣。没空啊，没空。嗯，亲爱的庄严，眼看着就要分别了。可有一句话埋在我心里已经四年了，今天一定要把它说出来。四年来我一直暗恋着你，可学校不准谈恋爱，我只有在今天告诉你。徐虎，别念了啊，别捣乱。那就是庄严，我爱你。我的，臭不要脸！急了你，开个玩笑吗？不是。徐虎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。玉玉，哎呦。玉玉，你快醒醒啊！玉玉，你的情书都被公开了。哎，队长来了！队长来了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真是人间
买菜呀。装花那个，给我出来。挂着那个下来。有意思吗？喝瓶好酒还是假的？谁的呀？队长，人家送我爸的，我偷着拿出来的。长本事了！你们所有人听好了，体训房集合。徐虎，到。朱莉，是。原地做俯卧撑十组。一组五十个，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侵犯他人隐私权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坐呀你！你们所有人围着体训房跑五十圈，向右转，抛步走。张岩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你的强项，我哪会啊？你傻呀，我又不是让你练，留个纪念。谢谢啊。嗯。哟，那个，没打扰你们俩吧？没有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侯玉，庄岩，真对不起，昨天的事儿，你们别往心里去啊。嗨，咱俩谁跟谁呀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，你呀，好自为之吧。你不生我的气吧？哪能啊！这几年咱们班里就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石虎，集合了。那个，叫我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我们拥抱一个呗。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走吧，再见，再见。平安。哎哎。下面播报路况信息。哎，潘队，我在啊，指挥新返来的实习警员。队长好。女的是吧？来，坐啊，坐。队长，呀，政委也在呀。啊，你们俩赶紧去看看去，有个酒鬼啊，喝多了，正在大厅闹着呢。你猜他说嘛？让咱呐给他找个媳妇儿。扯淡，咱这是交通队。要不是换解锁，走，我给你看。慢点，找你毛跑啥去？我昨天吃坏肚子了，赶的现在去现场。我您对人呢？都上琴了。回，把台子给我。哎呦，帽子给我。你呀，在里边好好炖着啊，想炖多久炖多久啊。好，太好了，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现场哪儿？和平路海滨道，政委啊，那酒鬼的事交你了啊，我去现场。行，队长，您带我去吧。你啊，谢谢队长。快点。咋了？应该快来了！谁撞的？一辆摩托车从那边跑了。队长，纱布。给我干嘛？啊！快执勤。我。快点儿。您来了。喂，政委荣幸。和平区滨海道发生交通事故，一辆摩托车肇事逃逸，向江西路逃逸，请组织警力护送。嘿，你往哪儿按呢？往哪儿按呢？这儿，按住！按住！对，就按住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他怎么样啊？应该是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不会吧？刚才挺厉害的，到底嘛病啊？应该是空血症。
说白了就是运血，但是啊，它应该比一般的恐血症要厉害，尤其是见了这个红色这东西以后啊，它应该是有过敏反应，哎，它应该呕吐，再厉害点儿，它应该能昏厥过去。啊，不会吧？啊，他要当交警，天天见红灯，那晕多少回啊？我叫得过来吗？哎，他这有药能治吗？啊，他这应该是心理作用，吃药没用。哦，那应该是没治了。应该没治，不不，什么叫没治了？应该是能治好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叫嘛名字？叫刘大。这不是一个单位的吗？新来的，应该呀，叫霍霍。应该，你也会了。霍元甲的霍，霍霍是吧？霍者的霍。好，霍霍，好，这名字好啊。哎，范队，您怎么在这儿了？感谢你呀！啊，就你弄这霍霍啊，见红就吐，见血就晕，刚才啊，晕大了，给送医院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呢？嗨，那酒鬼喝的不省人事，送这抢救来了。你说咱这是交通队吗？明儿改救护队得了。那酒鬼你还认识？谁呀？嗨，不上个月，有一个酒驾司机，在路边把一家三口都给撞那个，你记得吗？我知道啊，当时那个媳妇儿孩子当时不就没了吗？啊，后来肇事逃逸司机还是我给抓回来。这酒鬼啊，就是那家的男的。不是，人都抓了，他到这儿还闹什么呀？嗨。他说了，你把那肇事司机都找着了，你把我媳妇跟儿子一块给我找回来得了。我哪儿找去？我到那边找去，这不胡来吗？是，你说这个啊，司机一滴酒，亲人两行泪。得了，一会儿等他醒了，我好好劝劝他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一会儿让他不是，就等他好了以后，让他给司机好好讲讲课，这效果肯定好。哎，先别说那远的了啊，先说近的吧。哎，这货怎么办吧？霍霍，队长，哟，你醒了。我不叫霍霍，我叫霍玉，霍字边上多两撇，美玉的意思。美玉，美玉，我觉得你差点意思，你呀，还是叫霍霍更适合你啊。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安静点！儿子，行，几天不见，你长这么大了？行，别打，别打。嗯，你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警察就是人民的儿子，你是闺女，懂吗？懂。哎，那个霍玉，哦，对，霍玉啊，嗯，美玉的意思是吧？对。可惜啊，你这美玉啊，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。我们是交警啊，那天天都得见红灯，隔三差五呢还得见血。你这病情你也知道啊，是吧？那所以我跟你们学校打个电话，你呢换个警种，等通知吧啊。队长，我是真的喜欢当交警，要不您就通融通融。把我留下吧。干干半天就喜欢了，我知道，你呀是怕回去不好分配。队长，这您就想错了。我本来对交警吧是不了解，可是刚才在医院，我听到您跟政委的对话，那个被撞的一家人，多可怜呀！要是咱们做交警的，能对司机多一些叮嘱，多查几次酒驾，查查查。那这种事情说不定就可以少发生，甚至不发生，不可能的啊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，而且我觉得咱们交警就跟观音菩萨一样，能保人平安、渡人安全，这职业挺神圣的。哎，观音，你这比喻挺形象啊，是吧？但是你这观音我留不住，你一见红子就晕呢，我不能天天跟着你呀，那我不成红孩儿了吗？您是不是红孩儿我不管，反正这交警我是当定了。您要是想赶我走呀，休想！哎哎哎，好，观音造反了。今天上午九点啊，在和平区的滨海道的道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嫌疑人驾驶一辆越野摩托车
撞人以后逃逸了。还正赶上和平区的路口的监控维修，所以呢，现场没留下嫌疑人的轨迹。你们各分队呢，在工作当中啊，注意发现这样的车辆，好吧？队长，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咱新来的女警官出事了。出嘛事了？你快走吧。哎，都是你呀，惹的祸。我？跟我嘛事？走吧。你们搁这干嘛呀？干活去，干活去。赖小花，哎，有嘛事咱能好商量？你先把门打开啊。这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让他回家，这肯定闹情绪了呗。你让我来吧啊！哎，我说，霍这霍霍玉啊，对，霍玉，我跟你说呀，不是我呀不留你，是你身体干不了啊，听话。收拾收拾东西啊，我送你回去啊，快点。哎，这就对啊，王少，快收拾收拾东西，我送你回去啊。我不用您送。嘿。哎。啊。还你行啊。行嘛，一黄毛丫头还不好对付。哎，不，咱怎么得送送啊？送嘛。谁请的身啊？谁送？您给我把他送远点啊，越远越好啊！哎，你哦，还有东西是吧？大花，来，这回帮人收拾。哎，好好好。队长，我要是病好了，是不是就能留下来？求之不得呀。那好，那您等着。哎，你说我有点。哎，开门，把门开开！我跟你说啊，开门。队长，您就等着吧。我等什么？我等。我跟您说啊。咱公安局是纪律部队，哎，不是你耍性子的地方啊！快开门啊，快点！你别把我逼急了啊！你也别把我逼急了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您得负责。让我负责？哎，我负责，我负什么责？我负责。你听我说，这孩子脾气太烈了，咱慢慢劝行吗？劝什么劝啊？这货是你找的，就你找这货，你自己劝啊！哎哎哎哎哎。哎呀，还在这儿了！哎哎，快走！啊，快吃饭去！你也吃去吧。我没胃口。咋了？哎，伙食不错，大饼馄饨。小花，哎，吃饭了啊！大饼馄饨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折腾一下午了，一直吐，我这都受不了了。我看。干脆你替会我吧。你说你至于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说，小霍，这人呐，可不能跟命较劲，也别跟这饭较劲。你说你都闹腾一天了，出来吧啊！我让伙房给你煮碗馄饨，三鲜，多搁虾米皮，嘿，再撒点香油。你说嘿，这馄饨嘿，这馄饨呀。不行，我也受传染了。我是真服这货了，这一宿就没消停。你说这食堂里的事，没事吃你娘哪门子馄饨呢？你怎么了？这是？你不能不提馄饨吗？你一提馄饨我就想吐。都是你呀，惹的祸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说，他这么吐，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啊？不会吧？他这还小呢。小嘛呀？哎呀，现在这孩子，没那么简单呐。要真怀孕，那不就更危险了吗？万一流产了，咱负不起这责任呢。都是你惹的祸，不行，得给他弄出来，弄出来。来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局长，您快带我去医院吧。你是不是生了？
来，我快给我上车，快快快！哎，这货可真行啊！能把我一交通队改成消防队了。哎呦，我这小心脏啊！哎，我小心脏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来喝了它吧。好喝了，来。哎呦，行行行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我说姑娘，你可太了不起了，我应该向你学习。真棒！一会儿啊，医生，哎，来了，你看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嗯，这么快好了？好了，这我也没想到啊。啊，咱应该向他学习，太了不起了。你们可以走了，走吧。走啊，他不会危险吗？这空血症有嘛危险的？你这是，他应该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了心理障碍，太棒了！行了，好了，痊愈了，走吧。还是空血症啊？嗨，那应该是，啊，应该啊，我，哎，应该是，我们谢谢您啊，我们先走了啊，快。好了，哎，给我吧，给我吧，好，慢点，姑娘啊，这倒好，这。没事儿啊，你怎么没事儿呢？干活干什么？闹了半天这个空血症，你以为是什么呀？我以为你，哎，对了，你全好了，见红的不孕了。红色算什么呀？刚才在房间，大夫给了我一大杯山楂汁，我一饮而尽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哎呀，一大杯山楂汁，啊，血红血红的，啊，你一饮而尽，啊，还没事儿？是啊，没事儿啊。队长，我。队长，我第一次喝难免，吐几次就习惯了。你是习惯了，我受得了吗？走，我送你回家。还得说呀，你没本事，撤吧，早晚收拾。哟，小霍，大姐，你来了，咱们这好利索了吗？好了，您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的事儿啊，队长啊，都给我们说了，好嘛，就咱队这些人呐，佩服死你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对了，大姐，队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人都去哪儿了？队长在吗？在，昨天夜叉这不还睡着了吗？哦，其他人呢都上岗了。哦，哎，你快忙吧，我呀接杯水去。 行，那您快去吧，大姐。好嘞，拜拜。哎，你陪我的宝马啊。我的宝马？你陪我的。你你干嘛？你横吗？小点声，干嘛呢你们俩？我们来保安。对，保安。这样，你们俩啊跟我来啊，小点声。尿了个尿呀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们俩让你轻点，你懂不懂？小点声。嘘，这屋。来吧，您二位说一下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。不是，先生，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。咦，我勒个娘啊！你憋死我了。
他把我的宝马给撞了。是他把我宝马撞了。你撞了我。这样，您二位一个一个说。女士优先，好吧？啊，我的宝马车被他追尾了。你拉倒吧，是你的车倒车的时候，车屁股撞着我的宝马了。我倒车怎么了？谁让你离我车这么近的？等一下，美女，您刚才说倒车是吧？啊，是这样的。根据交通法呀，司机倒车发生事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。你听听，对，这交通法我可懂啊。可他那也叫宝马。哎，咋了？我那宝马真宝马。这是您说那宝马呀？对呀，我这个真宝马呀。不是大哥，马车不能进城，您不知道呀？你我勒个娘啊！他这是宝马，那俺这也是宝马，那为啥待遇都不一样？你不能歧视俺农村人吗？我没有歧视农村人，这是市里规定。不信您看这规定写的特别清楚，马车不能进城。按照这个规定，我得罚您。对，你还得给我修车。修啥车呀？修车，你得给我修车。穷横嘛你？你说我咋真倒霉呀？今天没挣钱还赔钱。你赔钱算嘛？我今天结婚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上午什么都没干，哎，车还让你给我撞了，我这还给人办事儿了，这可倒好，全都给耽误。谁耽误谁呀？你耽误我。警察同志，你看能不能看在俺娘的份上，别罚俺钱了。您娘是哪位呀？俺娘。你给我接个电话。啊，好。喂，娘啊，不是，哎，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？现在？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这边出了个车祸。哎呀，我也出车祸了。我这边被一个假宝马把我的真宝马给撞了。啊？我这可是一个真宝马，被一个假宝马给撞了啊！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胖了？你也不瘦啊！你是不是穿个花裙子呀？你是不是穿一粉袄啊？哎，我勒个娘，还真是你！哎，干嘛你？看你黑不溜秋那样！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您二位，你认识啊？你别提了，我是背他雇来的。啊，那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呀？我跟你说啥？哎，我跟他解释啊。哎。警察同志是这样的，我今天结婚，我属马。这算命的呀说我今天出嫁坐马车就能马到成功，所以呀我才想到了用马车接亲的办法。哎，这结婚是好事儿啊。不是，可是这马车不让进城，再说了他要随地大小便那得多味儿啊，是吧？那个既然你们认识，这事情怎么办呀？哎，事故我们私了。对对，但是这马车都来了，又是喜事儿，您就通融一回吧。通融啊！咦，我勒个娘啊！警察同志，你看你长得真漂亮，你通融通融。我勒个娘啊！那我就跟他通融通融。那个，我给你们想个办法。你听我嘛，那你抱我啊，逗你玩的。咱走走。快走吧！哎，交警啊，送了咱一匹宝马。出发！这我送你出城。啪啪的响哎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呦嘿！咱开个会啊，今儿晚上呢，咱们在这个大成路酒吧店夜查酒驾。前几次夜查呀，跑风。为嘛跑风呢？是因为有些酒吧老板啊在咱门口雇了人观察他，咱一出警他们就报信儿。这回呢咱也改变战术，提前派便衣打入他们内部，提前取证。各位回去都准备啊。好吧，咱散会。哎，慧玉啊，你来。队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别紧张啊，胆大心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放心吧，队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服装上啊，你穿的隐蔽点啊，别暴露啊。那是不是越隐蔽越好？啊，对，那这个隐蔽的让谁都看不着你才好啊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哎，范德，政委，哎，这是大卫。大卫。那天喝醉了那个哦，大卫是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今儿没喝吧？没喝，哪能老喝去？那个，我今天来是送锦旗来。嚯，重臣不忘救命之恩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还是把我们忘了好，要不一喝醉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。不会了，大卫啊，还真把酒戒了。
另外答应给咱们做义务宣传员。好啊。我做嘛呢？霍玉简历上写着在学院里的拿演讲一等奖。啊。哎，你正好抽空，你给他辅导辅导。我。啊。我行吗？行行，您行，以后您就是我老师，您还挺漂亮的。好好，完了，我跟你说，好嘞，来，谢谢啊，再给我这个。您还挺漂亮的。酒敬的好啊，酒敬什么甚？客气，我对谁呀？咱们暗访队啊，一组啊去东区，二组呢跟我去西区啊，出发吧。队长，啊，霍玉还没来呢，没来不等了，先走吧。啊。哎。怎么停电了？跳闸了！跳闸秀秀啊！队长，哎妈，你谁啊？我是霍玉。爷爷，你干嘛呀？按您说的隐蔽，我这身衣服绝对暴露不了。我还带着家伙呢。什么家伙？你练过？那是打小就练，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。队长，您看行吗？我跟您说呀，咱们呀是去暗访，不是去盗墓。队长，哎，霍玉来了，让他跟我走吧。对，去哪儿啊？你也盗墓去？我，嗯哼。那我这身衣服不就白买了吗？不白买呀，下回盗墓的时候借着穿着。哎，又断电了！坏了坏了坏了，我喝酒了。包老师，是我。这下你可跑不了了。我没跑啊。你下来。我下来。我错了。您错什么呀？是我错了。上次您演出我没去看，可遗憾了。包老师，您能给我合个影吗？嗨，合影啊！行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三二一，茄子。啊，帅死了！谢谢包老师，您在我们学校可火了，我可喜欢您了。哎呀，谢谢，多关注。客气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可以走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拜拜，拜拜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啊，差点把正事儿忘了。还有正事儿啊？是啊，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儿？签名儿啊？我这照相我差一点就忘了。哎，这没问题啊。好，谢谢包老师，谢谢，客气了。特别喜欢您，您在我们学校可火了，真的。多关注，多关注。那个，我没事，您走吧。好好，包老师啊。好，多关注啊，注意安全。好好好。一路平安，好嘞，玩得开心，好好好，那个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快走快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那谁呀？包老师，哎呦，我偶像可帅了，双眼皮、大眼睛、高鼻梁，比你帅多了，队长，可好看了，可喜欢他了，啥酒驾呀？忘了，你说你遇上一明星，你就这样把警察支走吧？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执勤警力，请马上拦截一辆肇事摩托车。哎，指挥中心，我发现嫌疑车辆，好，我马上组织捕控啊！好，哎，站住！哎，你回来呀！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我说你呢！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熄火！队长，把火熄了。哦，你干嘛？谁是队长？我想着我车。你想嘛？啊，有危险怎么办？我没事的，队长，我不。你没事，我心脏受得了吗？哎呦，我小心脏啊！队长，你没事吧？队长。哎呀，哎呦，小心脏。跟我回单位。是是。您说对，是我们工作不力，我们一定抓紧办啊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办好，请领导放心啊！哎，范队，昨儿晚报你看了吗？完了。您看看吧，
报纸登着，这深夜摩托车队严重扰民，这媒体啊，说咱们工作不力。刚才领导啊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事儿，让咱抓紧办。我正想着这该怎么办呢。这事儿啊，还真得抓紧办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有没有很帅？有没有很拉风？有这货呀！我说，哎呀，我呀，我真服你了，走吧。小霍，你是真行啊！来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帅不帅？有事没事啊？没事都回去，回去。别干了，回去。拜。把活细了，把活细了。谁的车？我的呀。有本吗你？有啊。当当当当。我说你还能拿车，你耍得了吗你？没问题呀、啊。我爸爸呀是杂技团摩托车队玩滚筒的，我打小就跟他练车。你要不信呀、啊，改天我在马路上兜一圈，给您 look look。您免了吧啊，我这心脏啊受不了。我这说人你孩子，你开这么大一车，哎，太闹腾。政委呀，政委，政委，啊，我是不是又惹队长生气了？啊，他不是跟你，队长正因为那摩托车扰民的事儿正发愁呢。哎，政委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啊，您看行吗？我跟他商量商量。行啊，那您去吧，拜拜。有活啊，哪庙的？观音庙的。观音庙，没听说过呀？没听说的多了。那你听过金门十三郎吗？十三郎啊，卖嘛的？洗发水儿。卖嘛的？还洗发水儿？玩车的，金门摩托头把交椅。来，认识一下啊。鄙人就是金门十三郎。你是头把交椅，那我金门一姐往哪儿搁？哟，爷们们，这妞不服哈？哎，不服不是嘴上说的，跑跑。四姐，我喜欢。哎，这样啊，你要是赢了，这神风车队的头就你的。可你要是输了，那往后啊，我可就是金门一姐夫，怎么样，爷们们？得嘛，上道吧。走着。Thank you.
您是警察呀？怎么不服啊？这警察里边还有你这样的人才？你也是人才啊，金门十三郎嘛。啊，这样我给你起个名儿，金门十三点。你呢，就在看守所里好好想想你干的那些十三点的事儿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上车，走人。咱们开会啊。这次啊，能够成功抓捕啊这摩托车夜袭队，哎，霍玉同志功不可没啊！啊，在这里我们提出表扬啊，向你表示祝贺啊！还有呢，刚才接到通报，这515啊撞上这个花满少年的嫌疑车啊，和前几天在锦滨道袭警这摩托车是一辆车。据刑侦部门介绍啊，这是一个贩毒团伙，经常驾驶摩托车贩运毒品。咱们在工作当中啊，注意发现这辆车辆，这个嫌疑人身上可能持有武器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政委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赵队，是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小霍就分到你们摩托巡逻队工作，啊，这也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。其他的我没有嘛事儿，咱们按队长布置的去做就行了，啊，那咱们就散会，然后赵队和小霍你们留一下。我说，人我可交给你了啊。业务上好好带他，啊，关键是这个驾驶技术上你得跟他多学习。没问题，队长，您放心，绝对完成。那小霍，明天大卫就下社区演讲了，你下午你要不忙，你给他辅导辅导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散吧散吧，回去吧回去吧。好好干啊。没问题。小霍说，哎，你真给我弄个人才来。嘛人才？人才啊！你不管人叫霍霍吗？我多少是叫霍霍了，霍玉懂吗？美玉的意思。哎，你变得还挺快的你啊！哎呦，我这小心脏啊！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，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一起事故引发的血案，交通安全，永记心间。哎，魏师傅，您呐是去宣讲，不是去宣誓。您是在用您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交通事故的危害性。您本来是一家三口，其乐融融，多幸福。可就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，害得您家破人亡。您说您惨不惨？惨！我太惨了。对了啊，魏师傅，眼睛中啊要有眼泪。说话的时候啊，声音要颤抖。您是在用悲情来感动大家。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您配上一段音乐，绝了！下面让我们有请魏成祥师傅为大家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大伙儿都别鼓掌。我今天讲的不是故事，是发生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事儿。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，我和我媳妇领着我儿子上公园玩。那天是我儿子5岁的生日，我们两口准备给他买点礼物，走在便道上，没想到后头突然来了一辆车。把我们给撞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在医院。我问大夫，我儿子，我媳妇儿。大夫说，没了，都没了。后来民警告诉我呀，是个酒后驾车造成的事故。你说你喝了一瓶酒，你开嘛车？你这一喝酒开车，害了我们一家三口。你喝酒别开车，开车就别喝酒。你这点破酒害了我们一家。我们一家三口，现在就还剩我一个人。多惨呀！我你说说啊，我找谁？我没了，我儿子，我媳妇都没了。
各位朋友，今天魏师傅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，让我们一起牢记交通法规，珍爱生命，拒绝酒驾。谢谢大家。怎么样，还行吧？行是行，就是太惨了。儿子，哎呦，叫儿子，哎哎，叫您呢，快，儿子叫您呢，逗吧，儿子，太感谢你了，哎呦，这我儿子，真是太惨，哎，我这小心脏。0303，我是03，请讲。滨海路西口50米，刚刚发生一起机飞交通事故，可能有人员伤亡，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。03收到。哎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？你说话呀！啊，我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闪了不行啊！没事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去医院，啊，还得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呢，不然我之前努力全部白费了。你确定你没事吗？没事。啊，这样吧，您帮我打辆车，我谢谢您了。打什么车呀？上车，来，我送你去考场。小心啊！政委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喂，哎呀，你可行了，你都烧了3天了，你把我给急的，我这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。这3天你睡眠没劲呢，哎呀，我这个小心脏啊！行行行，别提你心脏了。小霍，对了，这是你知青室的照片，一个过路的司机给你拍的，大伙都点赞，都说你呀，好样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呵，看看激动的，看把我们霍霍美的，哎呀，开心，啊！太丑了，哪儿？是差点意思，你数嘛，我跟你说，哎。皇玉，皇玉，哎，你心灵美，心灵美啊，才是最美的，懂吗？大家可以叫我霍老师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就是问答环节。如果有疑问的小朋友呢，可以举手向老师提问哦。啊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明。好，小明来问。斑马线为什么要叫斑马线，不叫老虎线呢？是这样的，大家看到的斑马线，它是一条一条的白色和黑色相交，也就是我们斑马身上的这个条纹的样子，所以叫斑马线。它不是老虎条纹哦，所以不叫老虎线的，好不好？
还有啊，再来。红绿灯为什么要叫红绿灯，不叫红黄灯呢？红绿灯呢，在整个交通状况中呢，红绿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所以叫红绿灯。警官之前呢，今儿你值班啊？您好，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。啊？查什么呀？我们例行公务，查出酒后驾驶。查酒驾呢？是，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，吹一下我们的酒精检测仪。不是，是我呀，我是包老师。我知道是您，我知道是您，请您配合。哎，谢谢。不是，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？请您配合检查，谢谢。不是，今天怎么就这么严了呢？请您配合工作。不是，能不能不查呀？请您配合检查。不是，是吹，不是吸。不是，我这吹了呀，我这使多大劲儿了呀？吹，谢谢。您别演了，我是让您吹，不是吸，也不是表演，谢谢。请您快点。您好。我们欢迎您酒后驾驶，请您戴上墨镜跟口罩，跟我下车。不是，我中午喝了一点点就，这中午喝了一点，这现在都几点了还有啊？请您下车。这今天怎么了？这是，这么严了还？下车。不是今天怎么还这么严了呢？这是，这边不是咱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吧？咱们不都认识吗？这边，你说你都认识我，你说我就中午喝了一点。包老师，啊，您的这个酒精检测是21，属于酒后驾驶。不是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因为我是中午喝的酒，我以为是晚上酒就散了。你看，你也挺喜欢我，你也认识我，对吧？就看在这份上，你说行吗？包老师，我本人呢是特别喜欢您。哎，这就行了。这跟您酒后驾驶是两码事儿啊！而且您这个按规定要扣12分，暂扣驾驶证6个月。别介呀，你12分，我这本就没了，我得重新考你这，而且6个月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么喜欢我的份上，你就看在这个份上，你就少扣2分，你少判2个月行不行？真不行，包老师。而且这要是我规定，我得扣1年呢。这酒后驾驶多危险呀！要不这样，您把这个酒后驾驶事故集拿回去好好看看，明天酒醒了以后啊，您找人把这个车给您挪走。现在您赶快上车吧，你说人来人往的，这样万一给您拍了照，啊，去吧。我进去，我进去。警官，你看见我老公了吗？你老公谁呀？就是长得长得那样。啊，就是开那车的。哦，你说包老师啊，他在警车上呢。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？我们没抓他，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对他进行约束。你可以看他的，真的。啊，好。老公。哎呦，老婆呀，哎呦，你都瘦了。我瘦什么呀？我这接受教育呢，我瘦了。我跟你说，美女警官，我刚才看了这事故书，触目惊心呐。以前啊，我酒后驾车没有深刻的认识，现在我完全认识了。您现在理解啊也不晚。您说说，您要是开车出了事儿，您这大好前程不就都毁了吗？就是啊。这样吧，晚上嫂子也来了，您二位就赶快回去吧。啊，不拘我了。哎，我们拘您干嘛呀？我们警察查酒驾呀，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抓人。我们还希望您多帮我们做做宣传，名人效应嘛。没问题呀，这活我接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们机长。耶。哎呀，那嫂子快回去吧，外边挺黑的了。行了，让嫂子把车开走。去吧，啊啊！你开哪个车呀你？那儿呢？车在那儿呢。哎呀，那走了啊！再见，嫂子，再见，包老师。是啊，你看，好。
小玉，我有句话想对你说。你说吧，我想听。我写了首歌，专门给你写的。你唱吧，我喜欢。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，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。岁月如歌，时间长河，我爱你呀，不能错过。今生今世一起度过，生死与共无法分割啊，这就是爱情啊，这就是爱情。他唱歌呢，你看他也唱。叫啊，哪儿狗叫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？人没了，哎，人呢？是你小子！你们俩呀！哎呀，来了几天了，就觉得你们太辛苦了，在家待不住，就想给你们来当义工。行了，那您去站那个路口吧。好嘞，哎，好，行，辛苦了，没事。好，方老师，哎，您再吹一个。嗨，行，放心吧，那我先过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别动，别开门。哎呦！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哎，你怎么还救我呢？救你！你看看刚才那自行车，你看见没？啊！嗖，你这门一开，开得快，嘣，给撞上了。你看看这后果，出大事儿，不堪设想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教你个开车的方法，好吧？开车门子的方法。开门还有方法？那是啊。什么方法？来，你上车，我来教你。行，来，老师，请。来，我过去。你上去，来，我教你。我今天教你这开门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。什么叫合适开门法呀？用你离门最远距离的这只手去开门。他这样开门的时候呢，他身体有一个角度，这样的话你同时可以看后面。有时候啊，这反光镜里有盲区，你看到后边没车没人，安全了，你开门再下车。咱可不能图方便，这哈一怼开，嘣撞上了，这就出事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得嘞。哎，车影吧，来，在这儿来。茄子。不行，咱手都扛下来，来，安全，咱得安全啊，安全。哎，警官，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站在这边，到边上。红玉，我爱你。哎，警官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啊，就是那天，我去考试，出了车祸，您救了我。哦，是你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那天多亏了您同事把我送到考场。嗨，这都是我们应该的。你考试考完了？啊，考完了，考完了。去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花儿啊，我想送给您。啊，这个不好吧？啊，表示我的感谢，您就收下吧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庄严，这是您朋友啊？对呀，庄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胡月，没打扰你们吧？打扰？什么意思啊？都有人给送花了，还什么意思？胡月，真没想到，
一手托两家，一脚踩两条船是吧？不是的，庄爷，你想多了。是我想多了。滨海路口警力注意，515肇事毒贩正驾车向滨海路方向逃逸，请注意拦截，注意拦截。那赔偿完了呢？哪个交警队的？哪像交警队的啊！你去会会他。
看来够时间了啊！你自找的，别怪我们哦。头拱了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又犯错了。你怎么了？疼，哎呦，我小心脏啊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看，好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这小心脏。来，小霍，来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青年文明号第一名二等功，看看。啊，小霍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咱们圈队的荣誉室，记载了咱们圈队取得的成绩。当然了，今天你也立功了，也是咱们圈队的光荣。也希望你发扬优良传统，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，更上一层楼。政委放心，美玉啊，今后啊可就看你的了啊。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还敢骑警是不是？这不是我是来送花的。你送什么花？送花？你不是办驾照的吗？办驾照在二楼那边。哦，是给我救命恩人送花的。救命恩人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男朋友，我代表交警的家属，感谢对我们交警的支持和理解。你的花，我代他领了，谢谢啊！我是你的。奇奇怪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不服你。